今天我们在宁波市400-500斤。前家盒饭。快餐，快餐，快餐，快餐！我炒的，这就是宁波顶级菜一碗，地道的宁波菜，地道的。哇，四个了，来，这个球放了刀。这什么臭豆腐啊？黑豆腐，你们哪里做的？啊，合肥。刚刚老谢打过电话。4年前我来你家过，你可记得了？过4年前来过。对。两个。那是你咸鱼是吧？你看一下。这样的呗，这个。这个咸鱼来吧。这个是三个鲍鱼是吧？哎，那这就是鲍鱼。鲍鱼这个鲍鱼吧。这个一个。这个要吧？要。这个要。来一个。这咸蟹来一个。哦，这个给他，我来拍一下这啊，咸鱼蟹。这就是鲍鱼啊，看看，鲜肉啊，太多了，什么海鲜？这他的，这个小上一碗都烧好海鲜。什么菜？鲳鱼炸鸡都可以。鲳鱼，好的，红烧鲳鱼还是红烧。好的，红烧，放辣哦。好的，放辣，加了。看看水有多好，满满的。多少钱呢？180。180。这个是酱油炖子鱼，这是鱼。哎，酱油炖鲟鱼，晚上就吃了，晚上就吃了。这个是刀鱼海刀。哎，刀鱼。啊，刀鱼多少钱呢？也是180。我这个小鸡哥也能来找到这个地方。小鸡在找这个地方，你在找这个地方。那么大的吧？这多少钱一份的？这红烧肉？打饭六盒。40一份。嗯。6盒。我的妈呀！你看一下吧，6盒。40一份，真是顶级苍蝇馆。这个鱼挺好吃的，这个鱼40。不是你要报下来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们要报下来。这个200块。这一份200啊。这个75可以吃。两只150。两只150，300不来。这个是200。啊。这个150。啊。两个。这个30块。啊。这个40块。厉害了。小七来吃的什么？小吃，红烧肉，红烧肉，人生苦短，把酒倒满。这个酒呢，普通环境喝不同的酒的，虽然叫顶级苍蝇馆了，最能产也要500块了，500块都不止。这个200，150，300来了，再加上酒，再加上这酒，酒不算。看看酒花多好，哎呀，我们烧着嘞，大的给我，我给他烧两个，看看我。那小七来过的地方，我是4年半了，来的。4年半前去的。对。出产故地啊，出产故地。我们方丈带我们过来，继续来，又来。要不是有人放走，我吃不起这个人。哎呀，太高了。这怎么喝呢？你放走是我们安徽人，我去的，斗一个，斗一个，斗一个，啊，斗一个，来，斗一个，斗一个，对，一半，一半。这才是，你尝尝200的蟹，200的蟹，好，200的蟹，200蟹就这一点点，我的妈呀，这个也是。三乐鲍鱼，就那个梅香鲍鱼，梅香乐鱼，特别鲜，对，就是下饭，吃起来脆，其实是香的，嗯，对。
我们上次在录完一个在一煤炭的时候归了，今天来尼莫看看你到底是全国最有钱的地方。主要是吃菜喝得很紧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就这么点，实际上它这个是恰切，它要让你吃的这个像冰淇淋果冻一样。对对对，它就做到位了。你先尝尝，你点品一下。你先尝尝，我来尝一口啊。你作为一个安徽人，在宁波，要不海鲜你这个让一下，这个你肯定管。还可以了，现在，因为时间太长了。嗯，但是二十多年了。这个宁波菜啊，它以前是个小渔村，它做出来的都比较偏咸。其实真的海鲜好吃的地方，都是偏咸的。哦。我来尝尝它这个蟹怎么样？这个蟹就单酱油。但是有些人也得单做。老宁波菜，不了。你看我们正常来搞个两三个菜，一个很便宜的，还在配上一点米饭一吃，不喝酒的。这不是好好吃的，哪个？就是这样。咸。咸。这个你有可能吃不惯。我吃也还可以，都很咸。可以啊，这是下饭。今天我们在宁波，现在有38度，在大树底下吃，是吧？大树底下，饭店也叫大树下。嗯，就是前两天中间去的那个下一呢？下一好，这哦，这条创鱼就这个多少钱？那还不是？创鱼是他们特别要求少辣，按照咱们宁波人吃，宁波就不吃辣的了。对，不会少这么多。但是我们口味，你们。我要重一点，好吃点，对啊，这都是，行业好吃。那个我们打的那个里面的鱼是肯定是好吃，好吃。顶肉刺很细，来吧，老李来一个，好了，感谢方丈啊。看那这个白斩鸡，这鸡吧。鸭，白切鸭。嗯，白切糊的。宁波人吃这种都是白切，包括猪头肉，包括鸡，包括那个猪的那个猪舌头、猪钻头，都是白切的。啊，像这份30块，它有点个偏贵啊。康哥，嗯，你不要看这种吃，你现在吃是没有多大的。但是呢，你过一段时间再回味一下，它就很香、很鲜、很鲜美。这就是你在宁波这个吃海鲜，它就是这样。哦，这就是餐饮馆的独到之处。哎，有回味，回味小时候味道。你现在吃，可能马上你感觉不到，哎呦，这个鲜啊，或者肉很细。但是你在吃了厨师以后，又大鱼大肉以后啊，还是这个75一直贵呢。75。但这种东西贵不贵呢？不算贵，也不算贵。我们最贵的400块钱一次，500块钱一次，干净。其实我们今天还没上什么，这一桌接近700块，小盘子装的啊，我给大家看看啊。你这个30块拿不值啊？这个50块一盘，30块不值不值。对，这个可以。哎，看着。我俩那种酒友，你看这个肉看着。今天在这个场地喝黄啤酒，正契合。还可以吧？安徽酒可以吗？安徽酒分的度数还是那么少。可以。今天是40度的。我40度。对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喝得顺口。真的。像你们有钱人都喝的。今天我们在宁波市，400人吃了500块钱，那在我们安徽，你们吓死人了。这一顿我们吃的多少啊？570。
这一份蟹都200。这个200，这个150，这个170嘛。啊。你们这个柠檬菜有钱办吗？钱价合办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玩。